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哦，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咱阁继续哈。这吼在印度翕的相啊，吼，这最高来对大烧到要死去哦，还阁看一张。这吼街道就是安尼哦，咱有今年有派一队人去印度吼，你有看到这款情形无吼？有哦。会垃圾个要死哦！啊，因无阴沟啦吼，哦，啊，都厝诶歹用诶水，为外口泼落去啊，解决啦，哦，这国真垃圾，这对因诶住宅区啦吼，你看了都无想讲要住呀啦。印度奴隶制度的理论，印度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经过婆罗门的和尚吼僧侣吼宣道，把人分作四个种姓吼，啊，扩大的人民听话不抗争，将这种姓的规矩经过行。说归为，还是行的义举，哦，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姓哦，都讲哦，这是行的意思，哦，是天经地义。这本来就是安尼，哦。在婆罗门的经典中概述，凡是循规蹈矩，就是拢听话的人，安分守己的人，来世才能成为较悬的种姓。不然的话，话哦，就降级，降较低种姓，并以轮回的说法，讲人死了会使阁再生，再生为多一种种姓，就是今世来行为所决定。你依据你即卖行为决定你后一世投胎的多一个阶层，哦，啊，不断循环，这什么意思？这个伊利用宗教神的讲，人哦会阁再生，而且理论再生哦，你要生出什么款的人？哦，就是因为你今嘛活着时阵，你的行为决定你后世人、后世代吼，变成什么人？这就是一种作迷信、作迷信的话。啊！你若相信这吼，啊，你做奴隶好啊！哦，你来对统治者来感觉真忠诚哦，你后世人哦，都能升一级，这胡说八道。但是你爱怎样讲，这是胡说八道。啊！你若感觉讲这是真理，这神讲的，那可啊，那些唔知什么神，你跟你讲这话。所以这真侪宗教去予统治者来利用，来变作来压迫着你家己、甲你家己家族的一挂代志。哦，这爱注意，台湾人爱注意，唔好因为宗教的因素，予家己变作一个奴隶。这款的说辞哦，是对广大的劳动者和奴隶来说，啊，要他们逆来顺受，这是对这个奴隶讲，恁爱逆来顺受，放弃斗争，遵守奴隶主阶层制定的法律，啊，以免加重来生的灾难，这是一种奴隶的理论，这套。
无得用个第一级甲第二级的人个身躯电脑，吼、哦，用个第三级甲第四级，恁都爱好好做努力，吼、哦，啊，后世一世人甲你升一级，啊，无吼，你都继续，吼、哦，还是你无法度当个再生为人，吼、哦，你安尼听了这款理论是虾米理论？就是叫你做努力嘛，叫你。即世人做奴隶，后世人阁继续做奴隶，诶，一种理论，吼，啊，利用神在讲的话，对印度奴隶要求，无共款的种姓，彼此不能通婚，嘛袂使交换食物，各种的职业是世袭，不能自由选择职业。不同的种姓哦，袂使结婚哦。啊，那生出来囡仔不同种姓，生出来囡仔哦，都变成不可触 （untouchable） 哦。这种讲法，以现代人的看法是用来欺压广大人民的谎言。哦，啊，个以《摩奴法典》经文所说的种姓最高阶层的婆罗门。是人间一切的主宰，而最低层的首陀罗第四级哦，只能温顺地为其他种姓来服劳役，并且首陀罗不能拥有私人财产，又不可对高层种姓有任何不敬的言行。哦，婆罗门和刹帝利有权夺取首陀罗的一切。你做个一个第四级的首陀罗，你定来爱受着顶级哦，婆罗门跟刹帝利的欺负哦，给你拥有，你不再拥有财产哦，啊，你嘛不再读书哦，这款的真不合理，无人性的规定哈、哦，法则哦，你呐。为了防止哦低阶层的种姓啊第三级、第四级来抗争，伊就照着神的话，哦，通过摩奴法典的规定作为法则，都甲你发，要安怎发呢？低阶层的人，那通过身体一部分伤害了高阶层的人。就必须把那一部分的肢体斩断或残酷刑罚。那虽然讲低阶层哦，拳头去牵着一个高阶层呢，但你迄拳头吼，都爱给你拍好断，哦，断手，哦，脚踢则断脚。哎，这嘛真凶嘞！你袂使做一个。不是讲西部的互相情况下人行较紧，吼、哦，那是自由世界。啊，你这那拳头拍落去，啊，你多一手吧，啊，一手剁断，啊，脚多一手脚踢的，一脚切断。哎，这款呢，吼、哦，在做奴隶了。就话咱台湾嘛，差不多，这个。蓝派跟绿派哦，蓝派并没有迄个法律哦，无代志，啊，绿也都有代志哦，这都是这款的演变，哦，大家要注意。这张相片啊，是讲哦，规定掠夺为八种正当婚姻方式之一，人要结婚哦，啊，中啊有人来给你抢。这个查某，啊，这是正常的法律之一啦，吼、哦，啊，这都是印度查某，哇，穿啊水啊，啊，事业改善在法律面前极不平等，好、哦，依据法典，刹帝利骂了婆罗门，第一阶的骂了高阶罚款一百块啦吼，
啊，费舍骂了婆罗门，低两层的骂了高层的，罚100块到200块。好、哦，啊，低三层的骂高层的哦，你都一嘴的嘛，用个滚烫的油灌入手陀螺的口中跟耳中，你是上水级别哦，啊你嘛上关级别哦。用个油哦，烧的滚滚，那来给你倒了，倒了你的嘴，好、哦，这惩罚。啊，但是同一件代志，婆罗门第一级侮辱沙地利，高阶的骂低阶层哦，罚50块；啊，低两层的罚25块；啊，低三层的罚12块。啊，进一步，那是最高阶层的台西级的首陀螺，啊，要安怎？啊，无，摕一只牛，摕一只羊来抵债，啊，都会使啊。这是在真不合理的吼、哦。但是这个制度是个近啊千年的印度，哦啊，这个制度吼、哦、传来个东方世界，哦，传去世界各国，哎，通底价谈掉。好、哦，这制度吼、哦，我来用其中的部分，我都会使享受啊。哦，不同种姓的人袂使同处一室，无同款种姓的人袂使斗阵一个房间，啊、哦，袂使共地道食饭，袂使啉共一口井的水，为了。研究保持这个特权，规定不同种姓的人不再通婚，哦，啊，安尼代表永久奴化，哦，这真无合理的规定，哦，对于不可处的贱民，啊，要较武力的要求，贱民是不可居住在村内，你袂使住喺这砖头内底，你干来倒喺砖头外口。不可与最高阶层的婆罗门接触，袂使甲上悬的婆罗门来接触。哦，干来也使做啥物？上低贱的植物，哦，跟尸体清除粪便，在路上，哦，贱民要配特殊标记，哦，口中爱发出特殊的声音，或者敲击铃声。我头拄仔就讲。身躯爱扎铃铛啊，爱亮亮叫的时阵哦，怎样讲哦？阮这贱民来啊，哦，以免高阶层的种姓人无意中闯入。若是最高阶层的婆罗门接触贱民，回去之后举行净身仪式，除去这个霉运，这种规定毫无人格可言。那做工高层的可以跟低层的接触到了。哎，衰啊！啊，等下爱衰些股，吼、哦，安尼，哎，我告诉你，啊，这个种姓制度哦，到今来还够存在，哦，在印度，以神的话语，以轮回因果报应学说，不断灌注了下阶层人民的脑中，于是人民被奴化了。这种奴化教育是印度千年来的传统，如是进入了人权世纪，但是大部分呢，印度人深信印度教的因果轮回之说，既然下辈子才可以翻身，所以目前就安于现状，使种姓制度阴魂不散。换句话说，种姓制度一时之间要根除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这群人是被奴化。牺牲的结果，这些台湾也是在发生哦。这过去在讲杀猪拔毛，哦，啊就根植人心那里哦，啊，今嘛国地改改变哦，哦，奴化教育哦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哦，啊，但是印度人深信轮回，人死了一个人换胎过去，过出来哦。
既然下辈子才可以翻身，所以目前就安于现状。既然爱到当个熬一世人才能翻身，咱即马阿多逆来顺受好了。这就是为什么种姓制度到今仔日也无法度根除的主要理由。即马一个21世纪，印度嘛是伫投票，哦，嘛是有投票制度。啊，投票的制度也就是买票，哦，买票，买票文化，哦。买票文化啊，种姓制度是一种少数外来人通过武力征服了高文化印度人了后，为了容易统治吼，设下长期印度轮回观念的存在。人不思进取，许多生活在低阶层的人安贫乐道，宿命感强，造成社会的惰性。这就是讲，咱受奴化教育了后，人就变作讲啊，迄个丢的，迄个做奴隶就丢的，后世人咱才够升一级。哦，安尼这款的制度，几千年来拢安尼，你要改变哦，真困难。哦，咱刚才咱即马，咱的林秘书长有在讲，咱即马卖讲独立。哦，爱讲什么呢？爱讲咱是这个控诉美国，往个这个道路来讲。啊，我在研究台湾历史的时候，咱荷兰时代有计划一来革命。啊，晚清的时候，咱有戴兆春、林松文。林顺文革命的时阵在1786年，啊，加美国革命的1776，就是美国先革命成功，打过十年才换台湾的林顺文，哦，1786，哦，啊，美国革命成功，啊，台湾哦，满清派兵3遍来台湾，头一遍打输林顺文，第二遍来国输，第三遍。叫做中国全国的精英，吼，一省3000人，一省2000人，一省3000人，安尼叫来打台湾，啊，打赢，啊，乾隆皇帝吼真欢喜，吼，哦，就是把这打赢林松文的这个动作吼，叫做10大武功之一啦，有10大的武功之一，吼，哦，就是克服台湾的林松文。啊，那美国那成功，台湾那失败，原因哦真简单。台湾无成功是你干那靠你家己的力量去打，美国也成功，人美国有法国的帮忙，法国跟英国呛声，你若果出兵去美国，我就跟你抢，我就要跟你赌，哦。啊，英国全部派兵，所以美国到法都独立成功，哦，这就是爱靠外来的势力，哦，啊，21世纪，哦，在这个印尼嘛发生同款的代志，哦，一个本来葡萄牙的属地，因为印尼拢过去拢是荷兰的属地，讲荷兰文。啊，即嘛一个葡萄牙的属地吼，哦，要革命，哎，印尼的兵都该占的，啊，要去澳洲出兵，才会成功，吼，哦。所以，然后我都独立，拢爱靠第三世界，哦，啊，咱即嘛都是有靠第三世界，但是咱的方法搁较赞，咱搁甲日本扣入来，吼，哦，啊无要成功的机会真慢。哦，真恶！这个印度人啊，入去民主投票制度，印度人也使投票啊，哦，哦，啊，投票时过来就是买票文化入侵，哦，
受到奴化结果的印度人，为了赢眼前蝇头小利，把神圣的一票直接或间接投给奴役他的人，所以这群低阶层的人民成为永远成为高阶层的奴隶，永世不得超生。现在有一个，你现在眼睛看有一个国会投票，你投的人继续赞成这个行政院长，还有什么的发表，要不要道歉，这种的事情，你后悔敢要再投票给他？你如果继续投票给他，你就是一个奴隶。你自己爱会幻想，爱会想，你是不是奴隶？就是明明那个就在出卖台湾的利益，危害台湾的司法正常化，你还再投票给他，投得下去，你是什么人？你奴隶吗？这款人是奴隶嘛？自己爱想，这印度奴隶吼，你互人看吼，都知啊。所以你这款奴隶吼，永世不得超生，永世哦，过那世去了，也阁袂使超生啦吼，永世不得超生。买票文化进入21世纪，印度奴隶制度得以延续的重要理由是，因爱了解印度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是无够一块美金，一个三分之一的人是无够两块美金，文盲35%以上，许多地区没有自来水和电力，若有一点点钱。买票前就可以将那一票投给奴役他的人。你看他出几十万钱，这奴隶哦都投票给你啊！换句话说，印度下阶级的人，倘不知买票的人就是在维护奴隶制度的人，所以投票给他，这种人是十足奴隶。这样哦，就是台湾哦，咱投票的时候你要注意，投票给迄个人。死的人收到票是要来奴隶你，你自己都不知道觉醒，你自己就是十足的奴隶。我现在这样说，就是说你如果有这个行为，听到我这个过去有一个行为是奴隶的行为，我爱觉醒，我绝对不爱做奴隶。这就是我这个在写奴隶这本书的重要重点，那是心中有无甘愿的时阵，即时的奴役主，佮抬出轮回的神学，安尼，大部分的人又沉沦，所以说永世不得超生。你若专讲，我都不安尼，我不爱投票去，伊来甲买票，我不来投票去。但是伊佫讲，哇，这神会甲你处罚。听到讲，还够到位。你这人哦，永世不得超生。如果十世嘛，也不要都超生哈。这个印度罗咧，到我讲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刷落这个阶段是20世纪所发生的代志。这就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这发生在斯德哥尔摩这个所在的代志，这发生在1973年20世纪8月23日，在北欧水电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有一项枪案，枪击，抢匪欧陆森，把欧佛森入去银行抢劫，劫持4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甲警方对抗5天，阁隔在伊休息，弄到130天休息，最后4个人质
三男一女，啊，却帮助劫匪掩护逃亡，甚至女性人质挺身为抢匪挡子弹，最后抢匪被擒。这就是讲，像1973年八月，有一个银行在斯德哥尔摩发生抢案。这个抢案的时阵哦，发生了，甲警察洞对视131小时，131小时了后，这抢匪哦，收到可以欺负的银行机关哦来保护，要甲替他挡子弹。一个就关代志，甲你抢劫的人，啊，即马警察来啊，你咪较紧可以，该拍起就准都好。啊，你讲去退挡子弹，这是什么社会嘛？这无法度通计算，这世界无法度通计算。为什么吴伯雄啊都爱去做人的奴隶？哦，无法度计算。哦，啊，即马继续发展。但是无结束，后来警方质疑性命人质在生命关头多帮助抢匪，哦，啊，归告给了人质拒绝在法院指控，最后做这个抢匪这个人质拒绝在法院指控，哦，啊，为抢匪筹措律师费，啊，有一个女职员哦。哦，甚至于要跟抢匪哦订婚，一个就代志啊，全世界拢讲起哦，哪有这款呢？你用抢劫啊，过去要跟这个抢匪要来结婚哦，人质屈服于暴虐的弱点的情节，无法度通解说，无法度通解说，所以好一个名。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 ，Stockholm Central， 这无多奈几个人，都从威胁逼迫，啊，到尾就六力量的时阵，你还搁得维护，甲你欺负的人，这有在台湾发生无？有啦。你若注意看哦，真侪多所在拢发生这款，哦，啊，这无法度解说，哦，所以讲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哦。这是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的情感，哦，啊，颠倒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节。这也是讲哦，弱势的被害者在长期受到强势的加害者侵害以及支配下，最后因放弃反抗，转而认同强势的加害者，以及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哦，这款的文章哦，我都是为这个这个、台湾人受虐性格的心理分析，哦，来对给抄出来，哦，这就是咱有一个林毅夫吼，哦，医生吼，哦，在美国做医生，心理医生吼，哦，伊所写，好，哦，伊所写写了有道理啊，哦，伊除了这个例以外，还佫讲另外一个例。这一标题就是讲哦，林东加害者的现代奴隶哦，人性应付恐惧有一底线，超过了这个底线，便产生与加害者认同的心态。人有一个，林来有一个很多啊，超过这很多，转到去挖那个加害者，这样大家要注意。这就是咱即马台湾哦，无法度独立建国的真重要的因素，哦，就是这受害者渐渐把自己的性命关交予暴徒加害者，
经过一段时间，家己啉的、家己食物水，吼、哦，拢是暴徒的迄个恩赐，吼、哦、啊，转化对暴徒的感激，啊，变成一种崇拜。最后受害者为着家己自身的性命，认为来做暴徒的奴隶哦，会较好生存呐、啊。所以起来维护暴徒的安全，进一步认同加害者的言行，无法跟自己一致的时候，会跟暴徒告密，以获得暴徒的清白。这是奴性的斯德哥尔摩症的解释，也是归类在现代奴隶向下。现代奴隶吼，咱有受到迫害，有一个底线。超过迄个底线了，颠倒来帮助加害者，这唔知各位有捌想到无吼？但是这个是事实吼。现在进行些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为自由时报吼，2006年3月30日的报道吼，吴钊燮。感叹有人患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我照谢一下啦。这阿扁是在派去美国做一个美国的大使，哦，伊来对讲哦，陆委会主委吴钊燮表示，台湾多年来遭受中国经历的威胁跟外交封锁，还有政治人物认为中国没有错，错都是台湾的错。这等于是患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好、哦，这种情形让陆委会感到非常挫折。接连政府的大官员嘛在讲，哎，台湾人患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好、哦，就这就是被害人认同加害人的实力，啊，就是奴性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发飙的具体表现，啊、哦，这发展啊，并且捕捉啊下嘴，台湾的捕捉啊下嘴。吴钊燮在台联党就反分裂国家法一周年后两岸情势进行专案报告时表示，中国长期对台湾进行军事。威胁和外交封锁，结果台湾一个人政治人物认为中国没有错，哦，都是台湾的错，啊、哦，这挂人哦，是得着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的病的人，为心理上哦，被害人变做认同加害人，被害就是被害嘛，啊。认同加害者，哦，这有较深淡薄吼。吴钊燮对中国有意把3.14定为保护台湾日，意图反制反侵略日，提出严厉批评和强调，这好比流氓用恐吓威胁的手段讨索利益，还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是为了保护你。完全无法让你接受，啊、哦！这罗马来的你的店的卡油，讲我来给你保护，就是这就是你知影讲，啊你愿意出钱去保，啊不你就该下。啊，另外一个案件，就是发生在美国，啊、哦，过一年。1974年2月初是在美国发生一个赫斯特鲍系啊鲍爷继子的孙女啊 Patricia 哦红绑票哦1974年2月初19岁 Patricia 派翠西亚哈赫斯特第一夜出狱中受到三名的绑匪的挟持。劫持了哈，哦，帕翠西亚是美国鲍月记者，哦，
赫斯特鲍西的孙女，随后就提出勒索，第一次200万美金，啊，赫斯特鲍西随付200万美金出去，哦哦、啊，但是哎、欸，哇，那钱得着这紧，结果强盗哦，讲，我爱400万美金，啊，但是这些400万美金，佮讲我400万美金给你不要紧，但是你。我找不顺利，也给他绑出来，啊，被安怎谈判哦？这谈的不好，哦，谈的不好，哦，谈的不好，虽然没有得逞，啊，但是这一些利益随时发生的哦。到个四月十五吼，在旧金山吼，有一间银行吼受到抢劫，啊，抢劫了后，专把录音带哦绑出来，哎。绑出来看到一个查某囡啊，哦，这个富家女变成抢匪，这帕翠西亚本来是去用抢去的，啊，今嘛变做，家己也变做强盗啊，哦，不仅第一次参加抢匪啊，次年18个月了后，和 FBI 抓到。这有图片的哈，这个哈就是18岁迄个查某拍出去啊，啊，啊，摕一支 AK-47 的步枪去银行抢劫，哦，这就是讲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的一种表现。这个绑案哦，抢劫案哦，震惊美国哦。啊，美国啊，无法度计算，为什么一个查某囡啊，去用枪，去用劫持了后，他叫自己变作抢匪，啊，所以无法度讲，所以拢讲作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哦，啊 ，Patricia Hearst， 哦。伊感谢施暴者无台伊的恩惠，所以加入集团参加抢劫银行。哦，有人讲帕翠西亚是经过太多苦难，已经放弃自由的希望，所以行为上都有这个表现。咱把迄个帕翠西亚哦，也归纳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哦，是现代奴隶之一。哦，这是《Time》的杂志的迄个封面哦，哦，这是马修伊从几十多年了放出来的迄个时阵哦，较老啊，这小姐啊，即款就较老啊。千百年来，各朝代的统治者。用各种的方法，制定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跟理论，来做一件代志，就是让广大的民众做一个无反抗、无意见的愚民。你知这个学问哦，去让这个统治者利用的时候，伊都不来利用各位，哦，啊，要安怎给你压榨你，要安怎让你效忠我？让广大民众做一个不反抗、没意见的渔民，啊，啊，实际上就是讲渔民就是奴隶啦。要安怎好，让大家拢来做你的奴隶？哦，这是当权者的思想，要安怎来创？奴隶上大的悲哀就是一无挣脱链锁的思考。甚至于不套上链锁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这就是奴隶哦。伊无想讲伊身上甲你绑的这块链啊哦，要甲绑开开，无想到哦。啊那做那讲无链条囥喺伊的身躯顶头哦，伊就感觉无爽快哦。到了21世纪，这种链锁是什么？哦，他在
所以咱的头壳顶头，所以咱的思想，这思想就是讲，咱是台湾人，但是叫个统治者认为咱是中国人，所以有人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种就是奴隶话语，爱改会客气，台湾人就台湾人，那个中国人有关联，咱台湾人。有咱台湾人的血统，即、這个咱有85%的血统是闽婆族，那85%，查甫甲查某两个结合生一个囡仔，这个囡仔的 DNA， 查甫甲查某唔是50%，女方占着偌济？70%，这囡啊，所以第二代生、第三代生都已经85%，这是林玛丽吼诶言论，伊的迄个证词，就是讲你80%，是这个，咱是台湾人是80%是诶闽婆族，我用我另外一个方法来讲，这个。咱吼，咱的习俗来对吼，然后结婚喜庆吼，大位爱好下人坐，母姑啊，安内母姑坐大位，我讲，母姑讲，天顶有天公，地下母姑讲，安内母姑内坐大位，都、就是因为咱是母系社会。诶，习俗，以前查甫较无值钱，查某是家长，所以这个习惯就是讲，天顶有天公，地下母姑公，母姑坐大位，这是正常的。老母的这边的哥哥弟弟吼，坐大位嘛。我细汉都搞不清楚，应该是老爸这边嘛，那变成老母一边，到尾就有去变。只在怎样讲啊？这是老母那边不听他，家己的思想唔对，咱是这个闽婆族的后代，家己唔知影啦，唔知影就脱离不开，所以这对奴隶的悲哀，深受奴化教育的人，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自己发明。自己明明是一个受害者，但是来出来保护加害者，来保卫加害者，而且这是奴隶悲哀啦吼。咱家己在做奴隶，有当时也唔知呀。你明明是一个台湾人，但是嘛是讲也是中国人，这唉叹气啊。好。讲到这吼，差不多一个阶段吼，有啥物意见，有啥物想法，有啥物无同款的，好无？提出来，来。对有哈，拢会使。我讲哦，这个笋哦，代表是这个闽婆族之一的哈。
哦啊，所以那个汉族的关联哦，无较大啦。哎，有船啊，还佫有卡贝，卡贝吼，卡贝伊个马钻头啊吼，上尾机吼，有小可鳖船，啊有啊，迄就蝙蝠族啊，哎。对，这马是咱需要自觉所在。对，这马是咱需要自觉所在。对，现在变2000块、3000块给你买一张票，啊，你就投票去，啊，伊在上面国会内底乌色，啊，嘛是利益钱，你爱交税金吗？ 哦，啊，就是头前有先收到一个钱，啊啊，都好啊，啊，这两对我较好，投一票，啊，这就是奴隶制度，哦，啊，在台湾通行，哦，台湾真流行，哦，咱家己也知影，我今日这个讲奴隶哦，就是因为台湾人受虐性格的心理分析哦，这本质哦，互我想着讲。 嘿，要安怎让台湾人觉醒？吼、哦，会卖做奴隶？吼、哦，啊，结果你看，这斯德哥尔摩发生这个奴隶的现象，在美国赫斯特鲍西的孙女嘛做同款的代志。吼、哦，所以这款物件吼，在无形中，在人的心内拢有。吼、哦，啊，你爱家己发现，嗯，我安尼哦。 到这张票伊无爱台湾呢，但是伊有法3000块，嘿，无道义哦，新的加发，哦<笑>啊，所以安尼，即马落靠迄个新的力量哦，哇，你注意看报纸哦，那什么人又丢下，人又唔丢哦，哇，拢去甲多一间庙拜拜有关联，哦，啊，对我看起来，那有什么关联？ 拜拜是，伊四号，但是袂使讲，因为安尼，伊得赢阿达输吼，无安尼讲。嗯，即所以咱吼两项代志，即个是钱，即个是即个神。吼、哦，啊，伫中国吼、哦、发生这项代志哦。 你想都无法度想，就是1644年，1000万人的人口无到60万，全国的人口无到60万，来拍中国，中国的人口是6000万啦，是60万的100倍啦。啊，结果中国人怕输，为啥来怕输？伊就要甲你收钱，才摕一笔钱。 啊！你要做官无？你若要做官，好，归顺我。啊！你若唔做官，我钱给你啊！你就来啊！啊！所以哦，王国无够一趴身的人，拍赢汉民族，甲汉民族奴役2%年。啊！汉民族甘愿去做奴隶，啊！头壳都去剃光光头，啊！后壁留着头鬓白溜，哦。 这对奴隶啊，奴隶到家己唔知影在做奴隶。好，咱今日时间到，到这，谢谢各位。各位好，请起立。今日啊，各位先请坐坐哈。
各位同心，大家好。咱来食饱后吼，咱诶所有诶妇女有要参加妇女会诶吼，伫一楼的会议室食饱后来。我们有妇女会的那个课程，简单扼要，只有大概20分钟俩哈。欢迎大家来参加，多谢。各位学员，下课休困10分钟吼。